我人啊，你会使骗我的青春，你会使骗我无青春的肉体，你千千万万袂使骗我的钱。我真的很像妈妈，啊，废话，我他生的，我他生的当然很像啊。母女两个人谁的脾气比较差？吼、哦！哦我脾气倒会歹，我甲你讲，哎、欸，我是阮，哎、欸，阮当全家，我脾气上好，阮老爸有小病，阮姊也有神经病，阮老母有躁郁症，恁老师哎，我是脾气上好，我只是讲一个大声俩。妈妈的初恋又是什么时候？四婚年龄，四婚年龄啊，四婚年龄，哎呦，这安尼，安尼，安尼喂。在现场跟妈妈说一下我爱你。我做没搞啊我做没搞啦好啦我爱你啊我谢谢妈妈因为大家都敲完母女同台嘛、哦、所以我们就今天来一个游戏、哦、快问快答好第一题妈妈今年几岁我哪知道你不知道哎、欸，喂，全金我看一下，51啦，差不多啦。不，51啊，你，哎、欸，你六四年次的嘞，我六十二，我太牛嘞。妈妈是几岁当妈妈的？哦，四婚年龄啊，来，一二三，哇，18岁啊！大家都说你们母女很像。那你们觉得你们哪里最像？哪里哦？啊！根本一点都不像。我跟你讲，真的不像。自己写一个，写一个，写一个。哦，我知啊。来啦！在度面好啊，我嘛不知道是。对我袂对啦，还是讲免讲啦。讲话啦。哦。我是讲对我袂对啦，我唔知哪里像，一点都不像你。讲话，母女两个人谁的脾气比较差？吼！我啦，三啦，我妈。互相说对方的对啊。我想唔知，我上好先代，我软敢那麻子的，你今仔日啊搞我着变，我着变，出门你搞我烧尖的，我着烧尖的，出门我规世人拢无先代，哪有可能？哎，等下，我脾气倒会歹。我跟你讲，哎、欸，我是阮，阮当全家，我脾气上好，阮老爸有小病，阮姊也有神经病，阮老母有躁郁症，恁老师哎，我是脾气上好，我只是讲一个大声俩。妈妈的初恋又是什么时候？四婚年龄，四婚年龄，哎呦，这安尼，安尼，安尼喂。来啦！哇！哦，这拢会知啦。这叫人知，刚才看这样，你嘛知我18岁时阵睡到一米哪过。妈妈的地雷是什么？地雷就简单的啦。哦。啊！好甜哦。什么？你写啥？前段歌。哦，我跟你讲，我常常甲家教的。你会使骗我的人啊！你会使骗我的青春，你会使骗我无青春的肉体，你千千万万袂使骗我的钱。那我们最后一题就是，请明山在现场跟妈妈说一下“我爱你”。我做未到啦！我做未到啦！太有心了！好啦，我爱你啦！好